你现在是觉得我打不过冰牙很丢脸是不是？好帅哦！干，可不可以抓来当宠物？这么活泼，是不是？到哎、欸，干！生气气！傻笑。靠腰、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一直在乱转？我根本碰不到他、哦。干，我有点想换武器。很令人烦躁的一只哎、欸，干超烦的！快快快，你们两个快点 PK！ 打得好！岩飞棒做出来了，忘记换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我趁机换岩飞棒，岩飞棒怎么配啊？不申请就难。我真的是搞不懂，哎，他没生气，我用也还是怎样？真的是什么事都会碰上哎、欸。直接跳起来擦，好呀。啊，算了，明天再打。本来我应该7点就可以开了，
但是我刚刚就把所有的工作他妈的全部都处理完，明就可以明天再完成的工作也全部都处理好了，我就是他妈的为了要专心的给我打这个东西，妈的什么东西都阻止不了我现在，操，月还是欠兵是不是，你兵窑还没过，你欠兵是不是，一次过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一次过大概吧，你就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丢脸是不是，你现在是觉得我打不过冰牙很丢脸是不是，哇我是不是要掉下去， No No No， 哦哟真的很烦耶、欸、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跟昨天已经不太一样了，我已经不是昨日的我，干！有了有了，我今天有成功的让他换地方了。也太多大乱斗了吧，关我屁事啊，你为什么不打那个，胡小姐，因为你已达三猫的额度，本公司将为您升级至 VVIP 猫车股份有限公司，感谢您的爱用。请问 VVIP 有什么特殊优惠吗？其实团不会累啊，所以我最近脖子都超酸的，可是我已经习惯这个姿势了。我打不到尾巴，靠腰哎！哎呦，你不要再用这招了！啊，他在冲三小。哎呀！我要再回去，妈的，再拿密钥，我密钥吃到爆哎、欸！没有营养剂，没有密钥了，我这里没办法当客家猎人嘛。哦，喘了，喘了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你不要那么好动！
高腰啊。哦，打不稳。他是不是快死了？我是不是他刚刚睡着，然后我把他打醒？啊，这样可以抓吗？你来。醉啦！没有，我十二点前是冰牙龙跟什么龙忘记了，我也可能要先乞讨一下密钥，我快笑死。